三更半夜是几点？三更半夜是当天的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。三更又名子时，古代时间名词。古代一昼夜分12时辰或100刻，其中完全属于夜晚的有40刻，每10刻一段，连同首尾共5个节点，称为五更。把晚上虚出1刻作为1更，亥出3刻作为2更，子时整作为3更，丑正2刻为4更，寅正4刻为5更。三更就是半夜，而三更天则是三更附近，也就是在当天的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。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12个时段，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。12时辰既可以指一天，也可以指任何一个时辰。12时辰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根据一日间太阳出没的自然规律、天色的变化以及自己日常的生产活动、生活习惯而归纳总结、独创于世的。